黄生，分下庄闲好，钱准备好未啊？而家唔系你话事，你话事啊嘛，得。你要玩嘢，你谂下你玩唔玩得起先？嗰个肯定系黄浩做保镖。个女仔而家喺边？我女喺边啊？我应承过爹哋妈咪，要好好地照顾佢，但我做唔到，我要负责任。Lindsay！你唔系惩罚紧人，你惩罚紧你自己啊！佢玩，佢玩，单嘢仲有几多人？搞到基层死啲人。